高森说他儿子今天尿了你一脖子，你还挺开心的。嗯，还行。高森呢，对着孩子呀，真不能用养这个字儿，那是饲养。哎，这孩子呀，就像是充话费送他一样。嗯，怎么了？你不觉得你最近有点变化吗？爱心泛滥了。哎呀，哎呀呀！你咋知道是爱心泛滥呢？确实是。哎呀，我呀，是有变化最近。哎，最近这段时间吧，就见不得孩子受委屈，见不得孩子哭。小孩一哭啊，我就想到王小咪了。那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所以我想去看看他们。据说混蛋这种动物的天敌就是女儿。远远的看一眼就行。这有点变态的意思啊。你自己去，我不去了。我可不想招人讨厌。